风暴将令这片大地颤抖，乌云是我身上一袭狂风孤荡的斗篷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这武器大师挺烦人的，他能挡我俩技能，我 QW 他全能挡。全军出击！反正我这英雄有点问题。天赋点错了。啊！武器不会玩，赚了。怎么就不会玩呢？玩个武器大师吧，也就算了，比较的难杀。许多人都想终结我，还贼怂。你看不见那螳螂在我后边吗？你给我干他！我踹他！落雷！哎呦啊！火蓝给我杀！要呢？万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，树木、泥土、野兽、鲜血。要刷屏啊、哦！这兵线你可推不过来。你这不死了吗？你的心我吃定了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弄一波兵线，旧伤愈合以后该干什么？血肉模糊，
武器大师19个兵，这不重要，先掏他。咬，你给我交闪，不交。塔皮儿，回家吧，不能再打了。这是有点要无敌呀。自己血液中原好，等个10秒钟把它越了，吃两个药。雷霆嘎巴，我咬，往哪跳？玩武器大师扛特我。大地如血，才是他应有的样子。你扛得住？哥们儿，怎么回事呢？他说为什么压兵线想强杀？那肯定想强杀呀，那狗熊6级不越他，那能叫狗熊吗？我咬，需要用鲜血浇灌。闪现咬，哦，光荣的死远比你的生命更伟大。往下走了，那螳螂过来找我来了，溜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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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忘记了如何奔跑。风暴在大地上舞蹈。这武器是真怂啊。我咬他，他都不带跳我的，他要跳兵，他要跑，他被打第一时间想的是跑而不是反打。这人这就是把他信念贯彻到底了。你说这狗熊这辫儿是谁给他扎的呢？你咋的呀？你还跑过来还掏我一下子，我操了！今天给我追死他，给我踹！你给我晕！你俩都得死。你的旅途已经到达终点。替人类开口，蓝光才会给出的味道。咋不死这玩意儿呢？
他敢待在塔下，我就强杀。这边他没有 E 技能，雷霆嘎巴。曾经黑夜残酷又漫长。记得。再推呀、啊，干嘛呀？这推不着急。一切都将崩塌。帝国完蛋，才是解脱。自己打呀，旁边有火蓝还怎么回事啊？我是蒙尔扎河。回家了，回家了，来点啥呢？先来个水银海，小冰心儿。后边的武器大师不知道想干嘛。马尔扎哈上当了，那我就只能打个红帽了。哎，这你要打不死兄弟啊？什么意思呢？哎，这为啥打不死啊？来场卡皮。一个有大的蛤子杀一个残血的波比，然后在塔下没杀掉，不是在塔下呀、啊，在身边没杀了，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不是你老他妈在这晃些什么玩意儿呢？你是不是给你点面子了？我发现这宝石了，你老他妈搁这晃什么玩意儿呢？晃晃晃晃晃。你咋的呀？想不想到的？在这晃些什么玩意儿呢？天空在召唤我。来一个冰霜之心儿。他凭什么跳？这波比凭什么敢跳？凭什么？凭我不在旁边呗？这火蓝凭什么在下面？等会儿我们救一下这蛤子。下路咱就不去了啊，这上路能推，顺便把红打了。
就把上路600块拿了。你还敢把 E 放了？你是不是觉得我不敢杀你？啊？我杀你连大我都不用，那浪费。Well， 你的心我吃尽了。你家两个700。跟我俩狂，你敢跳啊？你还真敢跳啊你呀！啊，你还真敢跳啊！还这武器大师怎么的？加个宝石无敌了呗？啊，加个宝石啊，宝石好使吗？我有，我有，宝石怎么的？宝石，宝石了不起呀？啊？啊，宝石好像要无敌，我这一瞅，我死，治他。雷暴便是应答，答应。出点啥呢？我是初开之雷霆，玩家。白山的毁灭，五大福卓德的镌刻者。卸手也没什么用啊。克隆毕竟狗熊，哎，对了，这克隆狗熊没玩过呀，克隆狗熊不老狠吗？那顿一顿加，加顿，然后 W 也那啥，也一解触发。你干哈呢？啊！去！老螳螂子！谁能帮我把这火蓝给杀了？得了，他那走位是必走我雷上的。所以不用担心，那是必死。往哪跑？往哪跑？啊，往哪跑？赶紧跑一下。要杀我。啾啾！大地如血，才是他应有的样子。许多人最终结果，没有扫描，我没有眼儿。火蓝打我疼，别的还好。只要别让那火蓝打着就行。
来个预言吧。放开了，现在开是不是有点大病？怎么有点大病了呢？你们乐意玩就玩呗，不乐意玩拉倒呗。我将用咆哮回家，不玩假的。Shut down。没有小龙啊，这把。投降。